小叔子，你电话。掉。我手上的嫂子，你帮我接吧。哦。喂。喂，东东，快来，我们几个兄弟在我家聚一下。平时大家都忙，今天周末聚一起喝几杯。嗯，好。啊，好，你快点来，我们大家都等着你呢。嗯，好的好的，那马上来。就这样，先挂了哦。朋友叫你喝酒啊？啊，嫂子今天就不用中午饭了，我出去吃。嗯，去吧。衣服怎么了？嫂子，我回去换件衣服就走。好。谁推穿衣安不移？刀剑念。嫂子，这么冷的水，你怎么还洗衣服啊？我来洗，这个给你。我没那么矫情，这你。哎呀，拿去，我来洗。原来你去买这个，你怎么不拿个袋子装一下？你个大男人的，你去买这个不怕人家笑话你吗？你也经常帮我洗衣服啊，对不对？长嫂如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快去吧，锅里给你煮了红的水，快去喝。原来，谢谢你啊，小叔子。没事。嫂子，我去了。小叔子，你等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这里有800，你先拿着，等一下要用方便。嫂子，我口袋有钱，家庭开支大，你留着吧。拿着吧，男人出去吃饭，口袋里没钱，等一下多没面子啊，先拿着。谢谢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喂喂，东东还没来吗？我们酒都快喝完了，菜也没了，等下你路过商店的时候带两个菜，然后啤酒也带两箱过来哈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两个菜两箱啤酒，这差不多了才叫我什么朋友啊。不去了，还不如买两个菜回家。百年巧合化惊奇，百年巧合化惊奇。嫂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吃中午的剩菜啊？婆婆也去喝喜酒了，就我一个人随便吃一点。你不是去聚餐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呀？提起来就气，哪有人吃饭吃到一半才叫人吃饭的？真把我当傻子吗？不去了，没意思。嫂子，我买鸡腿，我们一起吃。啊，说好的去又不去，不好吧？喂，喂，东东，让你买个酒怎么这么慢呀？我们都快吃好了。还有啊，等一下你顺便带几包烟过来。我今天有事儿来不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等你半天了，酒还没有买来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去你的！有了钱，我还不如买两个菜回家一起吃。嫂子，你先吃，我去盛点饭。好。嫂子，鸡腿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你也快吃吧。嗯，好。嗯，还可以。嗯，我也想哈，有了这种朋友，能出就出，不能出就算了。嗯，小叔子啊，你做的对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酒肉亲。以后啊，我们不去浪费那闲钱。嗯，嫂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吃饭吧。嗯，吃饭。不要帮他洗，你给他洗习惯了，天天叫你洗。
啊，媳妇，我起不动了，你把我的床单洗一下。你对你小儿媳妇那么好，你什么东西都给她，你拿回去叫她洗。妈，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她现在去叔叔家这么远，她腿又痛，你叫她怎么走啊？来，奶奶给我，我给你洗。不要帮她洗，你给她洗习惯了，天天叫你洗。妈，过两天那个修洗衣机的人就上门来修了，那修好了洗衣服不是就丢进去拿出来的事情吗？不要骂孙女了，我拿回去自己洗吧。奶奶，我给你洗，我给你洗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奶奶，你跟孙女儿还客气啊？来，你坐在这里，我给你洗啊。我在的吧，坐下都起不来了，腿疼了。妈，奶奶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哪里是多管闲事呢？你不是要上街去买东西吗？赶紧去吧，去晚了等一下东西不新鲜了。哼，啥的东西都分给小叔子家，病了疼了洗衣服都来找我。孙女辛苦你了，老了都不管用了。奶奶，哪里的话，那你先在这里站会儿啊，我去洗好，等一下给你煮面吃啊。奶奶，累不累啊？站着，你洗不干净，洗得干净。哎，还是生意好啊，你累啊，辛苦了。没有，奶奶，应该的。你这说什么话呢？每个人都会老的呀，你只要健健康康的呀，身体好了，我们就开心了。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我妈呀，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洗好了，奶奶。你先等一下啊，先放在这里，我先给你煮碗面吃，等一下送你回家去再晒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你再等我啊。奶奶，走，我们进去吃面。来，坐在这儿，坐。给我啊！奶奶，你吃啊，不烫，吃吧。我怕你不能吃很多东西，我就只放了点盐。我送你回去，然后把这个床单挂在那里啊，它慢慢就干了。哦，刚想给你打电话你就回来了，烧好了。你奶奶呢？你奶奶回去没有啊？啊，回去了妈，刚刚给她洗好了，煮了碗面给她吃，然后把她送回去了。你下次不要多管闲事了，因为那些事都是你小叔家的事，你再要多管闲事我就跟你急了。妈，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，你不给我们做点榜样吗？等你老了我们也会孝顺你的呀。她孝顺呢？什么叫孝顺呢？孝顺就是面对贫穷的父母给钱就是孝顺，面对孤独的父母陪伴就是孝顺，面对生病的父母照顾就是孝顺，面对您这样子脾气暴躁的父母理解就是孝顺。想要子女对你孝，必须自己先做到，百善孝为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。妈，你说对吧？锅里还煮着菜呢，我先进去了，你快来吃饭了。